各位利用假日的美好时光来参加我们这场全台首办的顶尖造型师顾问分享会。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艾莉老师。喂 ，OK， 各位伙伴，大家好。好，你告诉我，你们今天有多渴望接案接到手软，有吗？想不想？想。想要在这个行业成为顶尖造型师吗？想吗？想。你们今天就想要学这些东西，那不外乎就三样。你们写了很多，第一个增加下单的技巧，对不对？还有什么接案的技巧？还有，如果我没有基础的话，我要怎么踏入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这就是我帮你们列出来的。我跟各位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也没有靠山，我也没有有钱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也是白手起家，所以我讲的话才会有，你们才会觉得比较接近。做这么久，我花了国内国外都到处跑，结果我半年才接一场。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半年接一场？因为我不懂怎么行销自己，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边绝对不是偶然，一定是你有察觉到我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有了一个感觉，有了一个感觉之后我行动，所以行动怎么样？走到这边坐在这里叫行动，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我会让你们在这堂课得到很多你们想要的，这样好不好？好吗 ？OK， 好，所以我想要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创艾莉彩虹造型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接不到案，然后接得不好，然后又在别人公司又赚不到钱，所以我要改变。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决定很困难。可是因为那时候我26岁嘛，我想说，那难道要等到我30、30、40再来做这件事情吗？你觉得这样来得及吗？说实在，我不敢赌了。我还趁我年轻，我的本钱就是什么？我有时间跟我年轻，因为那时候26岁，所以我知道会很痛，痛什么？我没有固定的薪水，我可能会饿死在路边，我可能要当米虫，但我还是做，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混，要么就转行，那不然就是放弃，那不然就是还是这样，所以我就决定做。所以即便痛，就像是这个健康步道呢，你这样踩上去一定会很痛，可是它健康哎，那你要不要踩？这就是你可以决定的，你今天可以决定要或不要，你要维持现状还是你要改变，这就是你可以决定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走捷径？我可不可以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6年了，我的青春都没了。那后来我决定改变那刹那，到现在3年的时间，那现在3年来看看我有什么转变。我现在跟一些合伙人，公司位于大安区，然后再来有各大时尚品牌邀约，新娘秘书是爆量到我没有办法接，我真的没办法接。然后再来我有22位的造型师，就跟大家一样，造型师一起合作，他们是真的有在接案的，22位。那6位专职人就是什么行销、美编、企划，然后还有一些接案什么等等的。可是我觉得这公司不大，但是以前的我是怎样，我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对不对？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有3万了。如果这边一个人算3万的话，数字还蛮可观的。但现在是有这样的规模在，好，再来，这边我就快速带过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今天不是只有新娘秘书这个案子可以接，接下来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这3年内我们做了一些努力，然后我们跟一些大品牌合作。去年我们询问量1178件，然后真正成案的有350件，等于说我每一天都有一场什么新娘秘书的案子。那如果是自己接有可能吗？因为台湾看什么？看日子是看什么？农民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什么6日结婚，对不对？因为你希望亲友可以来，所以如果你自己要接，你没有不可能一天都有案子，每一天都有案子，所以这个是团队力量，团队力量 ，OK， 这是我们的一些成绩，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案子怎么样，可以分给其他造型师。所以我刚刚说我真的接不完，的确我真的接不完。我除了自己以外，然后建立团队、公司，然后带来一些刚刚有很多品牌、时尚品牌的合作，所以你当然可以，不是造型师只是新名，没有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很不平凡，因为我就是没有靠山，我一路走到现在，那当然你们也可以啊，对不对？只是下一页我要怎么做？你认为吃饱重不重要？超重要的，一定要吃饱。如果我没吃饱，就像我刚刚那位25K 活不下去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想当专职，这2个基本的一定要。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这是你们的问题。有人问问，但问问就走了。如果今年好日子不多，所以我案子量很少。可是那为什么我会爆场，爆到不能接，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在有试装但没有下定，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这是不是你的问题？好，你怎么样经营自己？OK， 这跟这个当然很有关系啊，因为如果我没有让人家看到的话，人家怎么会来找我？我怎么会有案子呢？所以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关键？对，好，你是不是这样做？我来讲讲看哦。如果不是的话，要告诉我。我们进修技术第一步，那你这样子做真的可以接到案吗？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问我，应该是问你自己。你今天会来这边，可能是因为案子接的没有很顺，或没有不知道方法，对不对？可是我就只知道这样做。所以你的结果已经告诉你，这样做其实接不了太稳定的案子。徐徐，你的说说，这就是我说的能量了吗？好，再来，新娘子要找到你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卖点是什么？什么卖点？你有什么卖点？我有做那 FB 的经营。你有做 FB 的经营？对。可是我也有啊。好。也许你可能会回答我说，因为我很亲切，我在服务的过程中服务品质很好，亲切是你一个服务的特点。可是很重要的可是就是，新娘第一，她认识你吗？她不认识你，对不对？她知道你很亲切吗？她从哪里认识你？就是你们的作品而已。我要让她知道说，你今天来看我的东西是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啊？因为我想要提供的是多样的。对，你今天想要接案的对象是谁？这个比你 PO 的东西关联性更大。这个客人在我的官网上面的这个作品上面停留了多久？浏览次数跟时间，然后跳出去的时间多久？这全部都有统计的。我教你一招，这一招就很好用了。我左右移动，它就会变，怎么样？暗跟变亮。有没有？所以案是不是就解决了？你看，你们光学到这张，你们东西很多是可以用的，这样有没有很好？你看，在黄光下面，妆会脏脏的不干净，然后你有什么颜色在黄，全部吃掉，没有东西。所以我后面会教你什么，一个月签下十场案件的方法，我会教你。很想学吧？想。你的对象到底是谁？如果你的对象是新娘，那这个不要放。如果你的对象是招生，下面是学员，那什么你可以放。所以没有绝对，对不对？看对象。十大盲点我帮你已经整理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踩到几个，这件事情就是要看状况去做。所以如果我想要改变，我要改变什么？我现在做的方式要不同，我的结果才会不一样。所以你看看你踩到几个，是不是要去改变，我的接案量才会怎么样变多嘛。那我刚刚有卡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不是说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去调整你下面的东西呢？所以你的客户是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写下来。你的对象到底是谁？到底是新娘还是厂商还是老板还是什么活动？如果你想往那边发展，那你的作品就要往那边为居多。那我自己呢？我新娘也接，我造型也接，那我怎么办？很简单，把它分开就好了。我喜欢夸张的妆，但我不会让我的新娘看到这么多东西。好，当你们做好笔记的时候，我问各位，明确的目标重要吗？有没有？大家都是重要。那有没有人这边告诉我，这边大概100位，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不重要的？有吗？你们都知道目标很重要，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成功。这个叫做有钱、有时间、有自由，有什么？有你想要达到的东西，这个、叫做目标。好，下一个。但是你不要告诉我说，老师，我真的非常的努力，我努力。跑错方向。什么叫跑错方向？你刚刚踩到几个雷，然后你就一直做，你就一直跑。他说，老师，为什么我好累，我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那是因为你就是朝不一样的方向走啊，那你懂吗？你会越做越迷茫，那就代表你做错方向了。你不要往反方向跑，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边，全力往前攻。你现在很努力的拍作品，
怎么样，很努力的做些什么事情，结果你全部都做错了，那这样你当然不会有案子啊，你当然不会有钱啊，你的结果就会完全就得不到，这样明白吗？我肯定目标很重要，但你们要搞清楚你的方向，掌舵的人是谁啊？你自己啊。可是你自己要懂得判别什么是对，什么是该放，什么是不该放。还有什么叫顾问式行销，什么叫做机械化造型师，是机械式造型师，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哪一种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大概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果今天你去看医生，你去看医生哦，然后你说跟他说我头痛，我流鼻水，我喉咙有点痛，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就跟你讲说，哦，那你就喉咙痛，然后流鼻水，然后这样，好，你可以回家了。你是噔噔噔，你有解决我的问题吗？我来找你是什么？希望你给我药方，对不对？我可以让我的头痛变好，我可以不要喉咙痛，可以什么？可是如果你只是听话照做，那你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为他是在找什么？可以帮他协助解决他的问题的人。你是顾问，你有专业，你不可以照着他说他要什么就做什么，你要会分析。然后，而且现在资讯很发达，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在网络上爬很多文章，但爬的文章是对还是不对？搞不好是不对的。所以你要有专业，那懂我意思吗？你要先搞懂你的客户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的话，你只要一动笔，你画出来的跟他心里面想的根本不一样，那你就失败了。所以第一个，搞清楚他喜欢什么，第二个，搞清楚他在意什么，再来你要用你的专业去告诉他说你这个喜欢到底适不适合。不用高知名度，我一个月可以签下十场案子的方法，想不想学啊？想啊，超想的。而且你不用高知名度，你一踏进来，你只要有技术而且有案子，那你就签得下来。可是怎么做，我教你们怎么做好不好？来，接下来第一个，我刚刚说请问顾客怎么认识你，是不是你的作品，对不对？是不是你的作品，他就从作品看到你。如果这个观念，我告诉你，只要你一旦建立，你现赚一百万以上。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你知道这个观念现赚一百万？因为你努力一百场，拍一百次作品都没有用。你要知道新娘子在她的注意力时间，你知道停留多久吗？ Facebook 滑下来前20秒。老师，我怎么这么努力，我这么努力做一百场，为什么我得不到很多案子？因为你往反方向跑，这就是反方向。行销曝光，行销操盘，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有扎实的内容，就是你刚刚的 po 文，没问题吧？当你有 po 文之后，你必须导入流量。这流量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的对象。 Facebook 可以操纵受众，受众意思就是对象。那你的对象，如果你发这篇文章出去，看到的是阿伯，让你有用吗？没有用。发出去是3岁小女生，也没有用。所以你要去打什么？精准导流的意思是说，你打到的那些群众是要结婚的新娘，即将要结婚的新娘，可能会结婚的新娘，看懂吗？所以你的东西有很多内容了，但是不是这一块？你现在目前还没做，那你还没做是怎么样？你有很好神正的作品，也有 po 文，但是没有被看到，那这样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我刚刚说一个月接10场，这个一定要有。再来导入之后呢，你是不是就开始接案，对不对？不管接多接少就开始接案。那你们有没有做口碑行销？我后面会讲到，所以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再来，你要知道哦，我刚刚说行销这一块，我刚刚只有讲 Facebook 对不对？我们海令彩妆造型的行销管道有这些，我念给大家听哦。我们有在 Google 商店有做广告，我们在结婚吧有投广告，在 Facebook 也砸广告，一枚朵也上，然后 YouTube 也上， Wedding Day 也上，非常婚礼也上，然后 SEO 自然流量也做，然后赖店家我们也做。因为这些所有的行销让我们会有询问量，而且很大，一年1000多件。可是你只有做 Facebook， 那就是怎么样，可能1/10的力量而已。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有做广告不见得会成交，第一个作品有没有好，再来你是精准导流吗？可能不是，所以来根本不会有询问量。阿贝怎么可能问你说哎、欸，我要结婚，不可能。所以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才有办法养得起二三十位造型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你是自己养自己，那你想想看我要几个，明白哈？因为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等于我有神圣作品浪费掉了，因为没有人看到。下一页，好，口碑是行销。如果当你有接案的话，那请新娘帮你写推荐文。今天如果我要卖这一瓶水，我说这瓶水好棒棒，你一定要买。哎，你会鸟我吗？你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对不对？但如果你们所有人都说这一瓶超好的，喝下去可以。很有健康，然后里面含维他命 C，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你会不会买它？你会买它，因为是所有人告诉你这个很好。可是我自己讲有用吗？不好意思，我自己讲真的没有用。所以口碑是行销，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人家说你很好，一定得做，虽然麻烦，你不做你没有办法一个月签下十场案件，没有办法。因为我自己讲自己好没有用，没有用。还有另外一个是体验式行销，我可能没有办法讲这么多，但体验式行销就是他先体验了，知道你的好。宣传，下一个，好，这个我们的造型师哦，有很多是都是出去接案的，那他都是没有知名度的。我会告诉他说，你今天要知名度，我刚刚是不是说新娘在认识你的时候是从作品里起来的？那有没有别的方法？当然有啊，我今天要加快你们接案的速度。录影，这是什么？请问各位有没有人看过艾琳彩妆造型？有很多老师在拍影片，有对不对？大家都点头。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在影片里面，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你以为我吃饱太闲？不是的，他是有原因的。他做这件事情呢，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老师专不专业？这个老师贴不贴心？这个老师有没有亲和力？这个老师可以给我什么？所以他是不是提高你成功率的一个方法？好，再来。好，用讲的就让他下定。我通常我这边分享一个最常见的，而且成功率很高的，新娘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说：“哎，老师，我想问叉叉档期，那你可以你有空吗？”我就跟他说：“几月几号哦？好，可以，目前是可以，但问题是我现在同时间有被人家询问当中，而且我们公司是这样子，公司是以付定金为主。如果你现在跟我约下礼拜，可是这中间如果有人怎么样下定，那我就没有了。”那他为了要找你的话，他就会说好，那我先下定，懂吗？我常常是这样子，我根本就不用试妆，直接他就下定了。所以你们也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课程里面可能会再讲到什么样叫做直接用讲的就让他下定，连试都不用试，好不好？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好，或者是说在试妆的时候有没有？我通常都是讲半个小时，结果我试妆只有十分钟，然后就下定了，因为你讲的够专业。他被你的专业被说服了，所以我就是讲讲就下定了。如果你有办法讲讲就下定的话，这是最高招的，不要花时间在那边慢慢弄，懂吗？你用讲的，我刚刚有讲很多你的专业度怎么样，所以他觉得他已经感受到你很专业，你可以帮他做解决，不是一个庸医，可以帮他对症下药的话，你讲什么他就说好。好，什么叫持续力？持续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已经跟你讲很多了，你今天空杯学习很好，你也知道这个概念很好，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说说不做的话，或只做一次就没了，那你还是没有办法一个月成交十场案件。我们是一个大团队，我们可以互相就督促说，你没有做你一定要做，可是自己会怎么样？好懒哦，那我不想上班，就会变蛋黄哥，懂吗？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是说会彼此督促自己持续力。如果今天星巴克创办人被银行拒绝了242次之后就放弃的话，今天就不会有星巴克。可是现在星巴克到处都是，所以迪士尼我超爱的，如果他这个设计被打回300多次他就放弃，就不会有迪士尼。所以如果我当时我因为赚不到钱，然后我没有毅然决然出来做的话，也就不会有艾琳彩妆造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持续力就是我告诉你，但你没做，那就是不可能得到。所以你一定要做，而且不止做一次，要两次、三次、四次，而且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说，说我一定可以，因为我最棒。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很可惜，因为你只是哦，我知道，但没有行动，就等于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没去做，就不可能成功了。
我到了台湾之后，我没有认识人，因为我之前就可能有想说，我之后要做一个自由业的工作，可是我在台湾完全没有认识任何人，我来只认识我老公而已，跟他的家人，我没有人脉啊。如果大家开始的话，就是当新蜜要开始的话，你们都是怎么开始？朋友介绍是不是？朋友的朋友结婚，哎，你有做新蜜可以介绍一下。那我介绍过，就是我老公的朋友介绍过一次，之后就没了。在我的自己接案子的时候，只有一次而已。在这里的团队，我说话不太厉害。如果要我去说服一个客人，说我用讲的，他就可以下定，对我来说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吧，性格跟他可能擅长的东西就是有不一样。在团队里面，我觉得我省去了这个缺点，就是我不太会讲话的这个缺点，因为有团队的人可以帮你沟通。我觉得在团队里面还有个好处是，我身边有很多战友，因为通常自己一个人，我刚开始还没有进这个团队之前，我真的很懒，做作品什么的我不会做，技术提升有，在找朋友有，脸书的经营我也有，只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推出去。有人跟我说，如果你坐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人会找看得到你，所以我就去到处找。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走冤枉路。我来到台湾可能3-4个月，不到半年，我进了这个团队，半年以内跟半年之后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接的案子，除了是公司给我的案子之外，我已经有自己在接案子。对我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就是完全没有朋友。因为如果我香港有朋友说，哦，我要结婚了，你要不要飞回来帮我当新蜜？飞回来，然后可能朋友价，然后再加机票的钱，那可能我可以赚的就真的是朋友价了。就可能真的是回去看一下家人，然后顺便参加他的婚礼，就这样而已。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接到香港的案子。那报名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再有这种放手一搏的机会，因为我想要得到实质的经验，我想要有独当一面的机会，所以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报名了。那进就是上课之后，我真的发现就是跟以往的想法就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在我认知为我觉得很有美感的技巧，然后现在看来就是很像小杂我，就是一头乱发，对，然后就是觉得哪里很怪，可是我觉得魔鬼就藏在细节里，然后这个细节里就是阿丁教我们就是在眼睛的部分，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所以调整的东西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我真的找到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因为我想要陪伴我的孩子。可是其实我的心里每天我都在跟老公抱怨，我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我过去都在这个领域，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觉得超不爽，每天都觉得不爽。其实我心里是觉得说，就是一直如果有那个一点点的机会，一点点机会就好。我还是想要重拾回到之前可能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做造型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客户跟我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打扮得好漂亮，我很喜欢听到这个。可是自从当妈了以后，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因为毕竟你的时间都埋在家庭里面，对不对？那其实我会来到我们彩妆造型院上课，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其实小朋友就是比较大一点点，我把他送去学校啦。那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我要重新砍掉重练。虽然我之前其实也有自己接过心理案件，可是我就觉得
我自己有经营粉丝啊，可我怎么都没有人来问我，而且其实我都常放在头的上面，因为没实际的作品嘛，我发现怎么都没有人问我。对，那可能有的话也只是就是亲友啊帮我介绍，可是这样能养得活自己吗？不行嘛，对，小朋友要奶粉、尿布，然后偶尔又来个可能学校注册费，如果有上幼稚园的妈妈应该知道，注册费很多，对不对？然后可能又要缴保险，哇，这些钱我到底该怎么办？可是现在我一个月其实就是从其实不到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我这半年多以来到现在，我大概平均一个月我大概都可以接到3-4场的案件，所以我今天只想表达是，妈妈也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如果在场妈妈的话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最后一点点的机会跟希望。你刚刚我说你要一个月接10场，刚刚有3位分享，有2个有做到，因为有一个是还正在开始而已，那另外一个2个呢是他一个月就有曾经签过10场的能力，所以他直接就把怎么样所有的钱都赚回来了。所以我们靠的就是这个方法，你要不要做？我直接就把方式告诉你，我第一个我一定要有给人家对方看到的神证作品，再来我一定要有推荐文，因为我要讲人家讲我很棒，我才真的很棒，人家才会来找我。再来你社群行销，Facebook 怎么发文，怎么 po 文，然后 po 完还不是就结束了，最后是什么提升曝光度，你的行销操盘怎么样？好，然后再来，如果我想提升知名度的话，我可以用很简单的自己架一个手机就可以录音，这样的话让人家第一时间在短时间内可以让人家看到你说你是专业的，你是亲和力的，你是什么，在这边可以做到。然后再来就是用讲的，你要去训练你的口条，因为如果一个很会化妆的人，两个都很会化妆，一个只是静静的，一个是很会像刚刚吉塔老师这样子跟大家五花八门都可以聊的，如果你是新娘，你会选谁？技术都一样的话，是不是要学比较亲和力强的？一定是这样，所以讲话很重要，因为你要把你想的表达出来，你要先把自己销售出去。所以你不是业务，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不好？这个就是用讲的就让他下单了。再来就是所有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力，因为你不做，你现在你都知道了，我这些方法我可以让你一个月成交10件哦，但你没有做，你今天就是还是我只是知道。好，那当然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你看我要达到这一些，请问只有技术就可以吗？一开始我们的那个思考10大盲点，第一，我只要不断进修就好，你只要技术就可以达到一个月接10场案件吗？你们告诉我你很想接，一开始就有讲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要达到一个月10场，我要靠人脉，要接案，要有人家帮我接，然后还要行销，最后可能还要网站 Facebook， 还要美编。我告诉你这个真的很重要，而且自己可以做吗？你想想看自己有办法做到吗？下一页，不好意思，上一页。这个、哦、我刚刚讲这个、哦、你不能说我只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一个月接10场哦，不行，它需要每一个要相辅相成才会有效哦。如果你只有神证作品，但没被人家看到，这样也没有用。你不能只挑你想做的做，不行，它是要配合的，它是要配合的，所以你要都做，你才有办法一个月提升接案量很大。再来下一页。好，那这边其实基本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询问量要够多。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刚刚讲我自己一个人前面闯了6年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所以我后面有办法做到那些其实是靠团队。所以我刚刚说我大学的时候以为技术等于一切，可是不好意思，真的技术只有占那么一点点，只有占，如果技术只占30%的话，剩下70%你可以做多少？剩下70%是什么？技术、行销、沟通，每天还要平台，什么你都要做。那么如果你今天就只是进修拍作品，进修拍作品，那么你在这个时代上面就会被淘汰，因为现在其他的东西你必须并行，所以只有技术是不行的。我以前大学就是只有技术，只有技术，只有技术，我以为技术等于一切，但是真的不是。所以我会想要导入这个观念给你们，如果你还是只在做技术这件事情，那麻烦你一定要再朝其他的方向发展。我都做，我一个人全包可不可以？你团队还好，我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那如果我有一个球跑到外野嘞，你要去接吗？你守得住多少？你守得住一颗？你守得住2颗吗？而且你所有的事情你都自己要来，那么会发生一件事情，
如果人家专业在做这件事情，你又赢不了别人，所以接案还怎样，还是接的不是很好。你可以什么都做，但是你没有办法守住全部的球。好，下一页。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的这个状态呢，最后活下来的人不会是单打独斗。我以前就是这样，什么都做不好，半年才接一场，进步到一个月接一场，就这样啊，什么都要做。那团体战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大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全部的人一起打仗，这样才会赢，对不对？好，再来。所以我认为啊，造型师的时间，请问你们时间花在哪里？真的要像刚刚说的吗？啊，没有啊，老师就说现在技术就不能只有技术，那你还要每天行销接案，然后还要做平台，那我是不是什么都要做？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你要赢是必须的，但是我可不可以造型师只专注在造型上？可以吗？行吗？这样赢得了吗？可以吗？我可以只做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刚刚讲说不行，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可以。我要一个人独揽，还是我要找一个团队或专门在做这件事情的人配合？那不然的话，我可能之后就可能会被淘汰。好，再来。好，这边我觉得一个小小故事，我希望让你可以在这里面印象再加深哦。今天有一棵树，有一棵树，然后它结了果实，结果你就是拔下来吃之后。你发现它是一颗柠檬，柠檬感觉怎么样？绿色酸酸的，然后你就抱怨说，为什么它不是苹果？因为我不喜欢酸，我喜欢甜的。但是这个果实就等于是结果，因为你种的就不是苹果树，你种的是柠檬树，所以长出来当然就是柠檬。长出来当然就是酸的，所以你要现在抱怨说，我今天为什么案子接不好？这个只是结果，不看这里，我们要看我们做了什么行动。如果我种苹果树才会出来苹果，如果我种柠檬树，当然就出来柠檬。你不能笑想说，我今天种了柠檬树之后，我要出现苹果，这样也太强人所难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做一些行动上面的改变，才会得到你想要得的结果，而不是你今天听我三个小时拉迪赛拉完之后，你觉得你会有改变？不好意思，真的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你持续力。持续力是你要做的，不是我可以帮你做。我只能告诉你方向，让你跑对方向，但我没有办法帮你跑，对不对？所以要靠自己，要靠自己。但是你可以找人帮忙。然后，所以我觉得迷惘的时间不能太久，因为我们就剩下的日子不是很多。所以，因为你的梦想跟你的目标比这个伟大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朝着自己想要的去活，而不是越活越糟糕，越活越放弃。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真的是浪费我们的生命。系统化辅导上线，意思就是说，现在啊，外面都在做这三件事情。有你知道吗？有感觉吗？外面你如果去补习班的话，他就是你去进修上课，然后就拍作品，那他可能就会提供一些东西给你，然后就拍，然后再来就是跟老师出去实习。外面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那你们想要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吗？好像没有。想啊，有想啊，有想。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做的话，接下来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帮他从没有名气到有名气，人家直接下单，而且不用试装，这么放心。而且有些人那个，我现在上课学员，他说：“哎，我可以上到宇君老师的课吗？”哎，你怎么会认识宇君老师？他说：“因为 YouTube 上面老师教的很详细，我很想给他教。”你看行销做得多成功，让他都可以去生产的，都人都没出现，学生还想找他哎。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他也是算我的学妹，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只有自己。接过亲友一两个案子，他没有接过其他，他也没有客源，所以我们把他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培训到人家客户自己找他，而且不用试装直接下定，就靠我们刚刚那个方法。然后他 只做了两年的心理，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可以不接吗？我有点接到手软。”这一直代表告诉我什么？他告诉我他钱太多，对不对？你说你不太想接，我说我可以专攻教学就好了。我说，哇，你案子已经多到就是他也有点负荷不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成功吗？当然有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别人不敢做的，我们做。你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边开这个分享会吗？因为我自己花了6年的时间在绕圈圈，我今天是想要帮各位可以节省掉前面你们都不用再跑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就是自己做，没有一个像样的东西出来，而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花这样子的费用，然后去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操盘。我自己怎么可能去那个什么 Facebook 打受众？我怎么知道受众是什么？我都不管，因为我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我们就专门找一个人了。可是你如果要做，你光这个，我知道，不是有个定律吗？一件事情要花多少时间？10000个小时。啊，我刚刚随随便便就举什么什么美编什么，你每个都要学，那10000个小时。而且你重点会接得好吗？也不是一个确定的，而我们已经有接好，它就是一个现成的，只是你要不要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说，在这边我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可以帮助大家。不然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就是做现在我要做的事情，以后这个平台会越来越大，懂我意思吗？那我现在做对你们来讲会比较有差，是因为你们缺乏持续力。而我们会压着你做，那就看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打拼。那现在就是有很多伙伴呢，他就是很努力的，知道说自己的方向错了，每次在拍照的时候他就会多注意。可是如果没有人提醒你的话，你就是一直在往你的反方向跑。如果造型师是你想要做的职业的话，那么你其实可以跟我们一起打拼。这就是我为什么创这间公司，然后为什么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最终的目的，因为我是想要帮助各位。你不会想要走我那一条绕得乱七八糟的路。